在球场上快速合理的移动，依靠的是什么？如何才能练就精湛的网前技术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 我叫杨晶，打球应该是从98年开始就打了，非常喜欢羽毛球，所以呢，在这一两年呢，尝试着去参加过一些业余羽毛球比赛。我打球力量还可以，比较有劲儿，但是，脚步步伐比较慢，就是爆发力比较差。小杨，哎，好，喜欢打球啊？对，非常喜欢。女孩子打球的人好像不多嘛。 现在很多，现在很多，对，喜欢打双打，混双，混双，单打，单打也打，但是因为个人的问题，打不好，所以打混双比较多。打不好是因为，受伤打不好，还是因为技术太差？你打了几年球了？大概6年球。6年球了啊，那我想应该水平会不错。如果不好的话，就说明你没用功。对对对，是吧？主要是没有，老好的老师指点。哎呦，那这样我今天压力很大的。 这样吧，等一会儿先活动一下。好。哎呀，反手不行。是。好，停一下。 我看了一下，在比较主动的情况下，后场打后场非常好。对，就是在女孩子里面，这样的发力是比较少的。球不是特到底线的话，我打后场还能打到位。但是我一失去重心，我那个脚步跟不过去。击球点失去了，失去击球点，对。那我就会打到不是很底线。那么它一调动我的话，我很难再回来。那刚才就像你讲的，当你跑动的时候。 击球点没有了，偏后了，你也打不出来。但是这里面就有几个，其实你自己也知道，就是说步伐不到位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头顶区比较喜欢打反拍，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步伐受到的限制，对，所以你就比较偷懒了，就喜欢打反拍，但反拍我看了几个基本上不是很成功，因为力量本身就比较小，能够做头顶是最好的。那今天从步伐上面讲一讲。 你现在做一下两边的后场的步啊，我看一下，你随意做，我再看好不好？好的，手也挥快一点，哎，好，很好哈。停一下，就说，其实看上去是可以，但是欠缺一个就是速度，没有力，腿部的力量不够，所以你没有这个速度，对对对，频率也不够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要先逼自己就是快一点。我想应该能快的。走的时候不要用整个脚，尽量用脚掌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，会灵活一点。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狠一点。打球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，虽然是女孩子，平常那个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打球就是要尽量有多少力给它用出来，就是要快一点。这个就要快，你越快越狠。 那他的速度就会快了。那个膝盖吧，可能力量不够，我总是很不敢放下去。有受过伤吗？有受过，半月板不太好。哦，所以这个呢，更需要加强一点力量，可以做一点这些辅助的或者静蹬都可以，都是帮助增加这个膝盖的一个肌肉的。好，做头顶呢，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转要快哈，这个转身要快一点，就是你要跟我相反。哦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前面那个脚对要蹬。 好，后面那个脚顺势要转，前面脚先蹬，转，对，很好，啊，这就比刚才要快多了，啊，所以当转过来以后，看球，球如果说很厚很边，转大一点，好，比如说它很厚，转回来垫一步，看好啊，垫一步它，转，哎，对，很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打完以后跟进的要快一点，好。 啊，这个要快，你看我一落地以后，它会自然往前走。对，我的重心是往后的，偏后，所以就会停在那儿。对，那就会慢了。对，所以再看我落地了以后，怎么往前走啊？像是这个脚哈。啊。你因为是跟我相反的。
落地以后这个脚蹬起来一点，把人的重心放前一点。好的，挥快点，手好像像打球一样，快点。哎，对，很好，就第一个就想转，然后并跳完以后回到这儿，那个脚要用力哈。好的，回来。好的，还有停哈。好，回来。好的，很好。往回的时候啊，就说还是显得有点慢哈，然后这个脚不要这样，就显得慢了，懂不懂？好，就一步一步的，这个你看好啊，它可以一起就够了。啊，你说要两步也可以。对，但是就显得比较慢，是吧？对，很碎。我自己能感觉到。你可以这样用跑的方式，你可以跑一下，这样也可以了。所以对于女孩子来说，我觉得步伐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你不太容易几下就打死人。对。你需要通过一些跑动把对方调动开，寻找机会才可以，是吧？所以步伐还是要多练。要求就是尽量你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多快就要多快一点啊，所以准备好可以出去啊。那你说也可以简单一下跑步一样的，这样过去也可以啊，这样跑一步也可以啊。但是这个一个突然，一个叫力量，可以啊。好，狠一点。好，不需要，你看你做的步伐啊，比如说在那个脚上面，那你觉得一步不够，你就两步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教练教了你几步啊，我管你，我就啊都跑到这儿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方式就是要去衡量它，啊，一两步啊，对，就两步，对，很好。好的，还有一个练点灵活性的，我觉得这个你的踝关节方面，也不好，力量跟灵活性不够啊，这种可以。需要练跳绳是什么？跳绳也很好。就是我因为我看到很多是都在练跳绳。跳绳因为它跳绳能力特别差，是不是跟这有关系？有关系。跳绳它可以练到你的踝关节、小腿、腕力跟这边的肩关节，尤其像当你跳到双飞啊，它就会一定要有个摆速，摆速就练到腕力了，但是也需要你踝关节的力量，因为你不是靠收腿的，它完全是靠这样踝关节蹬的。啊，这个对你的弹性、对长力量都有好处。那快乐过程中，我刚才还是讲的，首先你意识要有，连贯的意识要有。